日前，工作室晒出一组宋茜最新写真美照，照片中宋茜黑色短发微微卷起，整个人都酷飒十足，一身工装搭配月亮锁骨链，瞬间化身街头女孩，光影与暗夜相衬托，氛围感直接拉满，扑面而来一种清冷气息，这身套装材质还带着街头感，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取向，黑色还有稳重成熟的一面，穿在宋茜的身上也不会有违和感，立体修身的版型对身材更加包容，深色调还带着显瘦的作用，内搭的黑色印花 T 恤衬托出完美天鹅颈和白皙无瑕的面孔，短款的牛仔夹克也更明确腰线，完美的拉长了身形比例，再加上能修饰腿型的阔腿裤，宋茜的体型看起来也会越发挺拔纤细，裤脚带着卷边的设计，露出了一截纤细的小腿，看起来很清爽利落，脚下搭配的黑色马丁靴带着漆光感，和做旧处理的外套对比鲜明，可以给人带来视觉新颖感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